由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执导，赵薇、古天乐、钟汉良主演的警匪电影《三人行》已于近日成功杀青。《三人行》除了警匪追逐的很多劲爆的动作场面之外，还加入了赵薇饰演的医生一角，让整部影片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其中男主角古天乐和钟汉良的一幕追逐戏，古天乐和杜导来回排了好几次，只为研究走位和拉枪膛上子弹等动作，杜导亲自示范，古天乐认真聆听并重复练习，钟汉良则吊着威亚带着保护垫在洗手间隔板与地板之间的空隙急速滑行，因空隙狭窄，身位刚刚好能过，所以不容许任何偏差。那么三人行这部影片到底有多强呢？作为多年的老戏骨谢天华说，这部戏不仅是导演强，我们每一个演员都很强，我们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也都很强。我在香港演了这么多警匪片，这一部可谓是警匪片中最高智商的内心谍战戏。导演杜琪峰表示，希望大家一定要吃饱了再去看电影，因为到时候会很烧脑的哦。放肆娱乐会编辑播报。三人是有几警，梗系唔止三人啦，起码有300人。